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一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售。 B 站过生日了，眼看着小破站呢也迎来了11岁的生日，二次元爱好者又过节了。除了在生日宴上邀请了 B 站知名 UP 主罗翔老师、党妹鬼畜出没的腾格尔，还有一个双重身份的大畜，同时是艺人也是 UP 主的周深。从网络创将到 UP 主到歌手出道，今年在歌手上大放异彩的周深也算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养成系艺人了。他见证了许多平台的发展史，也陪伴了许多网瘾少年的成长。你现在在从事着小时候的梦想的职业吗？周深曾经说过，在没有踏上歌手这条路之前呢，是没有想过真的可以靠唱歌来当做职业的。之前靠大鱼的吟唱一鸣惊人，上过深入人心，今年在歌手上面画风多变的周深是很多听众都会夸赞为天才、海妖、语言技能点满了、有灵性、生来就是吃这碗饭的歌手。更出圈的还有他各种的沙雕采访和少管我，大家才发现呢，周深真的是一个耿直的宝藏 boy。 这次演讲也被 Q 到了少管我梗了啊，年更 UP 主少管我催更。然而作为一个湖南小地方出生的普通人家的孩子，周深并不像很多艺术世家类的歌手一样，家里边有天然的艺术氛围，也不是从小就有名师指导的。围观过中国好声音的观众都知道，单从外形上来说的话，他就算比杜华逛街走的时间还要长，在路上也不会被星探给挖掘到的。小土豆的造型也有节目组给化妆过于接地气的成分在，家境普通，相貌平平，家长啊希望他走好好读书，未来找个稳定工作的路子。幸运的是呢，他的确是足够聪明，在可以完成一般小孩必修的课业之余，还可以有时间自己唱唱歌，多学一门乐器。很长一段时间，音乐对于他来说一直都是属于课外爱好。学霸的世界和一般人想的多少有点不一样的。高考那年，他的第一志愿呢就是厦门大学，落空了。本来呢去重庆大学也不错的，但他却觉得不如意，选择了跑去乌克兰读学医。然而啊，在乌克兰求学的路子并不是很顺利，西医的课程就算是用中文授课都不算简单的，何况是没有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呢？身高1.61米的他，要背到1.8米多。的干尸翻译课本呢，要到凌晨4-5点，早上7-8点又要起来上课。只对音乐和医学感兴趣的他，弃医之后呢，就谨慎学音乐这一条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了。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改学声乐没过多久就突然倒嗓了，一下子就变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在周深的求学路上最不顺利的时候，另外一条大道正在引他往罗马走去。虽然现实世界里边总被别人嘀咕，但是在网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大佬。就像很多的网瘾少年一样，周深一直都是各大网站的活跃用户，叫得上名字的网站呢几乎都是有他撒欢的痕迹的。早在他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在 YY 上面发过一些翻唱作品，大学时期更是开启了在五星 B 站的大佬打卡。2014年的时候，刷爆 B 站首页的九语版 Let's Go 就是周深第一次在 B 站的投稿作品。作为拥有小破站7位数的 UID 的老用户，他当时给自己起的名字呢，就是叫做卡布勒。唱见是个舶来词，一般呢是指在网上投稿的业余歌手，也有人发展成为了职业歌手。而且这视频呢还不是随便发的啊，周深真的是有认真的投入到 UP 主的设定，自己加入到了各种音乐特效的细节，足足贴了5个小时才完成呢。但是他做的太好了，很多细节都被忽略了。演讲里头还提到了，有网友误以为他的账号是公司给开的，最后却发现什么？他居然是6级大佬。虽然不是职业唱见，卡布这个二次元的身份的确是让周深在翻唱圈有了一些名气。世上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除了自身的天赋之外，之前学习小语种的经历啊，也为周深后来的语言小天才 title 打下了夯实的基础。身为一个童声又娇小的男生，周深在做唱见的时候并不露面，相对来说 B 站的环境很友好，会在评论区大叫男的女的啊的听众呢是会少很多的。更多人是专心评论某一首的动漫 OP 翻唱的质量如何，或者干脆直白的发一些彩虹屁。
周深的投稿呢，基本都是跟二次元相关的。B 站本身呢，也能够接纳周深这一类的 UP 主所参与的翻唱投稿的播放呢，都很不错的。所以周深和 B 站用户的属性还是挺高度重合的啊。喜欢动漫，爱玩梗，涉猎广，还有隐藏的大触气息。他来到 B 站呢，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也正是因为在 B 站上面的投稿，周深作为一个 UP 主，居然被《中国好声音》的导演注意到了。三度邀请他参赛，虽然比赛没有一路走到底，但是却让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个网上的翻唱大神卡布就是现实里的周深。从 B 站上面不露脸的 UP 主到正式亮相的比赛选手，命运总是有几分巧。因为喜欢动漫，喜欢二次元，周深入驻了 B 站，然后又被三次元的节目给邀请到正式出道，有没有一种很励志的感觉呢？受到了正向激励的周深，在中国和战火纷飞的乌克兰两边跑，终于读完了美声专业的课程。毕业那年，他拥有了《大鱼》这首代表作，可以更加有底气的自称我是歌手了。卡布也好 ，YY 也好，五星也好 ，B 站也好，这些都是陪伴了很多后浪成长的记忆。在卡布成长为职业歌手周深的路上，很多网站呢也都经历了自身的蜕变，有的成为了时代的眼泪，有的继续陪伴新一代的后浪们前行。当代人虽然头像呢总是用锦鲤，但是大部分人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的。周深在出道之后，有一部分曾经的听众大失所望，有人曾经真情实感的认为啊，卡布女神是美少女，也有人看到周深和童声相匹配的童声之后，哎，火速转台。大鱼是火了，但是周深却没有火。从出道到大鱼，周深等了两年呢。从大鱼往后的日子，那时候的周深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要等几年。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周深依然不闲着，听歌、练歌、录歌，从欧美迪瓦唱到小清新日语，从古典美声唱到热门神曲。投稿虽然频率不高，但是呢，却次次都是精品，只是变成了年更博主，还不让催更的那种啊。周深认真的投稿，小破站呢也给了周深其他舞台难以给到的一面。要说是抒情歌手，他也会唱曲风热辣的风格；要说专攻古风吧，他也会唱其他的语言。但是作为艺人，一般都有固定的人设，很多时候艺人都会在安全的玻璃罩里吧营业。粉丝往往会把二次元的周深叫做老 ID 卡布，暗黑并交锋的周深呢叫做周浅。国内少有专门为二次元歌手提供的舞台，很多人也不知道周深在沙雕的状态下是什么画风。路人最多就知道周深的代表作是大鱼，以为他是走抒情路线的歌手，而 B 站给了他一个职业歌手展现自己另外一面的机会。在 B 站的跨年晚会之上，周深被安排在了和理查德·布莱曼、方景龙、赵照、洛天依同趴的篇章，有机会表演一首完整的日语歌，又让人大开眼界，周深也太鸟了。在 B 站的采访呢，也是足够有梗的。 B 站呢会称周深为一家人，被唱歌耽误的相声演员。周深面对于 B 站的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足够放松的，在灵魂歌手和突然的放飞自我当中左右跳横。2020年是周深出圈的一年，在这之前呢，他已经翻唱了上百首别人的歌了，也拥有了很多自己的作品。他的出圈并非是一脚踏上某辆顺风车的好运，在交大运之前，他已经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作为艺人，他没有 idol 那样的逆天大长腿，却拥有了更为难得的语言能力和音韵。作为一个男性，他没有发达的肌肉，也没有低沉的嗓音，但是却拥有了很多男性没有的毅力和笃定。即使是爸爸妈妈反对学音乐，一路上都是自己走来的。由于嗓音的缘故，从被人接受就注定比其他的同行要更难一些，但是呢，他也可以靠自己成为绽放在世界中心，有人心疼有人爱，在那么一小撮的人心里吧，独一无二的玫瑰。很多 B 站上的 UP 主也好，用户也好，也是这样，谈不上十全十美，但是却拥有自己热爱并且愿意付出努力的爱好，有大众所不具备的天赋，要靠自己的拼劲才能够碰到运气的脚边。但是在数以亿计的人海当中，这群人最终也能够在 B 站这样一个平台之上，找到与自己精神上喜好上相投的一个小圈子。终有一天，小破站不再小，会孕育出璀璨的星星，与太阳月亮比肩同行。从周深看 B 站，再从 B 站看周深的明星养成记，我觉得这弥足珍贵。
在很多的听众心里，周深约等于是国漫御用歌手、古风御用歌手。在很多互联网用户的初印象里， B 站呢也约等于鬼畜动漫二次元。但是我想，正如周深不是一个被标签化的小众歌手， B 站也不是一个被标签化的小众网站。发展了11年的 B 站的确是主打90后动漫鬼畜的网站，同时他还给众多有实打实的才能的民间高手提供了大展身手的一方天地。如果非要定义，那么个人觉得泛文化这个不确定的词更加适合 B 站。以周深为代表的 B 站 UP 用户们展现了一种反互联网面具的特质，一个人不会单纯只是一个样的，男性可以爱哭感性，也可以长得不高，这不意味着他不配享有来自于他人的善誉与喜爱。有人会质疑周深你变了，也有人会质疑过小破站不是最初的样子，但是我想啊，会喜欢看宝石之国的人不会忘记初心，玫瑰有刺才娇艳的让人惊心动魄。看似五大三粗的鲁智深会指着阵图喊炸死，看似一本正经的薛宝钗会看到家长们所不屑的爱情小说。人不可能总是只表现出一种固有的心思，也不会只喜欢一种事物，对于其他方面毫无兴趣。大家喜欢小破站，除了它所承载的内容有趣之外，更有一方面原因，那么就是这种和而不同的氛围了。大家各有各的爱好，互相欣赏，彼此夸赞，在 B 站的礼仪里，和平相处就是必备的一条，绝对不轻易否认他人的异议。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小众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相互取暖的。高晓松曾经夸赞过周深，说他这样的歌手可以开得比较久，而现在的 B 站呢，也正是站在厚积薄发的档口之上，吸收着来自于不同人群的喜爱，浸润着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真诚。我相信 B 站也可以开得很久，就算是互联网上的私差再多，但是也总有一些人，他们更加的渴望包容的环境，是越努力越有收获的法则，是专注精品多于流水账的作品，是认同个性也认同能力的天地。最后为资深年更 UP 主周深这次终于在 B 站现场投稿欢呼一下，愿 C929 的星球能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